从上面看，它的样子像马脚，所以叫马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有95米高。彩虹瀑布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落差最高的一个，108米。所以我们这个瀑布龙排世界三大之一，就是我们这个落差最高的一个然后就是首仪和中方瀑布，首仪和中方瀑布是连着的啊。我们到赞比亚这边去看，那么我们在津巴布韦这边有15个景点要去看这个瀑布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先往这边走，经过2号景点，2号景点先不要停，先走到1号这边，去侧面拍一下这个魔鬼瀑布。拍完魔鬼瀑布，要回到2号景点。2号景点有38个台阶要走下去，去靠近一点这个主瀑布，拍一点点主瀑布。拍完还要上台阶往里走，往前走的路只要有一个岔路，靠左走，一直到15。那么我们1到7不同的角度去拍这个魔鬼瀑布，8到12不同的角度去拍主瀑布，主要的瀑布，13专门拍马蹄，14和15去拍彩虹、首仪，还有一点点这个东方瀑布。16这边呢，要去侧面拍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温州店瀑布大桥，拍完这个桥，原路返回。过了这个13号景点，还是要靠左走，走到门口就没有。哦，清楚吗？你跟我们走吗？我带路，带这里，如果有看到会走散。魔鬼游泳池是在这个位置，主瀑布上面，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水雾太大了，看不到，而且它不开。怎么过去呢？要从赞比亚这边坐一个船到这个利文斯通岛。这个地方，然后走到这个魔鬼游泳池这边来。来，一点危机。